农业及粮食安全部近来委任五名西盟领袖出任旗下不同机构的主席。那竞选盟就认为，政府任命可信任的人主导法定机构执行政策是合理的，但是所任命之人不应该是人民代议士，甚至是某位最高领袖的前助理，因为这等同是滥用公职和信任，几乎是潜在的腐败行为。竞选盟督导委员会今天发文告指出，有别于政府关联公司，法定机构主要执行非利润为导向的服务，但是竞选盟觉得应该尽量避免委任民选议员，以避免利益冲突，除非有关政治人物具备相关能力和学术背景。此外，相关任命也要经过国会委员会审查，而且他们的薪资应该由政党或附属单位支付，不是动用公帑。竞选盟认为，昌明政府应该要停止延续陋习，别再用这些有利可图的职位资助政党运作或是犒赏政党，而农业部的最新委任也要对人民履行职责，并且对监督委员会负责。